大家好，我是 YG 500昼夜预测。今天是7月13号，欧洲杯的比赛已经全部结束。欧洲杯一共进行了51场比赛，我预测了51场，全程跟踪预测，错了12场，总的命中率为 77%， 特别是最后的3场半决赛和决赛预测的相当的好，相当，特别是最后一场决赛非常的精彩，我群里的一些小伙伴们都发财了，都欢呼了。预测比赛有对也有错，作为择业的预测人员，预测正确那是应该的，有的时候预测错了也是难免的，不要对了就欢呼，错了一场就来骂我。今天要推出两场欧冠，这段时间啊，没什么重大的比赛，我们也只能吃些杂粮，只有到8月份才会有重大的五大联赛比赛啊。这是昨天预测的，7月12号预测的林肯红魔，这种球队我以前看都不要看，小的不要再小的三流球队，林肯红魔和埃斯弗拉啊，它的赔率3.23块，3.86块，1.94块，亚洲盘口受平半1.05块对8毛，卦象雷泽贵妹啊，尾月辛酉日战，盘口是放平半，但是按照这个卦象打胜平，这又是个冷门，小冷门啊。客队放主队平半，那按理说应该是客队好，但是从这个卦象整体来看，那是林肯红魔好一点，这样的球最好打，胜平打平都能赢一半，还1.05块啊，打平都能赢一半，1:0赢的话那就是全赢了，打胜平一起下注啊。还有一点要说明一下，到目前为止我已经连续中了11场，怎么个11场？欧洲杯的3场球，就是半决赛2场，决赛1场，3场，还有1/4决赛1/4的4场球，对了3场，6场，这是6场，欧洲杯是6场，然后是2场美洲杯，美洲杯啊，还有2场热联赛。专门放在我的群里，没有推上来，还有一场 NBA， 所以是一共16场，连续16场全中了，那么可能会达到一个临界点了，也有可能是达到一个疲劳点了，希望大家引起注意，万一错了也在所难免啊，不要来骂我，可能已经达到临界点了啊。已经连续中了11场了，我不是神仙，我是人，肯定要犯错误的啊，至于哪一场犯错误我不知道啊，我按照正常的分析，就这场球林肯红魔
打胜平，打串啊，打串，我们中国的这个体育彩票有这个串能够打啊。这场球如果一旦打平就赢钱啊，平半选一个平半的盘口也可以下亚洲盘口啊。这是林肯红魔的这场球啊，胜平啊，打串一起来啊，已经连续中了11场了，可能达到临界点了，希望大家自己把握啊。这一场是瓦卢尔和萨格勒布迪纳摩的主场，9.84元，平局5.58元，输是1.25元，盘口是1.球/半，他客队放主队1.球/半啊，1.85元的。这场球打主副，瓦卢尔输主副，防平啊，副首选副防一个平啊。我的频道专门有那些人喷子啊，说这说那的。本来我原本想一个频道吧，总要有点言论自由。刚开始的时候也不去管他们，让他们自由的说啊，那可不得了，这些喷子们简直是不知天高地厚，说什么的都有啊，说什么骗子了、神棍了、什么什么了。很多人也许对足球的预测并不了解，所以不管你是主观的也好，还是无心的也好，按照你所说的言语来判断，全部按照主观故意。我频道下面所有的言论，凡是胡说八道者，一概按照主观故意认处，全部拉黑，绝不手软。再重复一遍，在我频道下面胡说八道者，按照主观故意，全部拉黑。不管你是懂也好，不懂也好，全部按照主观故意。就这个卦象而言，瓦卢尔主副副防一个平啊，和刚才的一场球一起打啊，一起打副平。刚才一个是胜平，这一场是副平。今天预测的4场球，2场
这两场发视频，还有两场发到群里面去。这个群是收费群，如果都一样的话，别人也不需要付费了。所以还是有点区别的。等会再发一场 NBA 的啊。好，关于这两场球就讲解到这里啊。